兄弟们啊，从他亮家山以后，咱们一天一宿的渔获，这次钓的非常不成功啊，没钓几条鱼，我们撤了。没钓几条啊，小李钓挺好看，胖龙。咱们就要这么多啊，那个十来条小鲤鱼，大的就五六斤呢。再有两条小奶青，啊，咱们把它放生了啊。好嘞，这鱼能长100多斤呢。咱们当时钓了几条，放了几条了，大的4斤多呢，都放了。好嘞，咱走吧啊。这次亮家山水库钓的不是什么太成功，也可能是跟天气啊什么都有原因啊，我们暂时撤退了。每个人醉，谁端着酒杯说今天有家不想回，我的手很心碎，你让谁来陪你 baby， 我的美丽人抓喜欢吐谁的笑，城堡中央点亮了灯光，